我是品冠，你现在收看的是东风电视台。
会对风势咧背吼，所以会较对北边吼来定力吼。但是咱今仔风力吼只有四至五级吼，影响会较细吼。但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吼，即摆已经变到吼真袂稳定吼，所以咱困难度会搁加强吼。只要咱比赛间吼，一定爱吼方向看好清吼，任何明吼，还有淡薄啊体力吼，淡薄啊胆识吼，应该拢会当平安吼来规范。哦，今仔是东南风风力哦，四至五级，船长，谢谢。啊，下面哦，咱就来看咱和顺的卫星定位哦，准现在位置。咱即卖所看的是咱和顺的卫星定位，哦，咱即卖先来看咱的经纬度吼，准现在位置。哦，来，咱将来看顶管做数据，吼，是北纬，现在是21度，吼，44分。哦，咱正确位置是21度，吼，44分。哦，咱纬度吼已经来到正确风角点。下面哦，即撮是东经，现在是118度45分。哦，咱正确位置是118度44分。哦，所咱东经吼，佫差小可吼。现在时间是6:36，吼，咱有只差不多伫6:45，吼，至48分，会来到咱晋江风角点，吼，这是咱准现在的位置。后来刷落来吼，的时间吼，咱就来报上吼，咱本馆各位验风条，吼，梳头的过程，先予各位嘉宾吼，先来欣赏吼，来了解。等一下，吼，咱佫去进入现场。各位嘉宾，大家好！咱1905年10月7日资格赛第二关哦，请每一个嘉宾，咱来详细看咱的验脚掌、甲锁头、甲咱每一个的信封哦，请每一个嘉宾，咱来详细看好清楚。现在，咱位高雄创造者哦，咱高雄创造者红条信封正面完整哦，咱来看伊的侧面哦，这侧面拢有嘉宾签名哦，哦，请每一个嘉宾看好详细哦。哦，咱来看伊个甲咱个封条，哦，这甲咱锁头个封条哦，哦，每一个甲有签名个哦，哦，咱第一粒哦完整哦，哦完整。哦，来看第一卡咱个第二粒锁头哦完整哦，完整。哦，咱来看第二卡咱个第一粒锁头，哦，伊完拢甲有签名哦，啊完整个哦，完整，完整。哦，来看第二卡，咱的第二粒锁头，哦，完整了吼、哦，完整。哦，咱来看第三卡，咱的第一粒锁头，哦，这有完拢有签名吼、哦，啊，拢完整了吼、哦，完整。哦，来看第三卡，咱的第二粒锁头，哦，完整了吼、哦，完整。哦，咱来请林鸿甲花甲友，哦，请来详细看恁的风调信风正面完整。哦，咱来看伊侧面。哦，这侧面拢有甲有签名哦，啊，拢完整了哦。哦，咱来看甲咱的锁头红条，哦，这甲咱锁头红条哦，伊原拢有甲有签名哦，啊，拢完整了哦。完整，完整啊，咱就。哦，咱来看第一甲咱的第二条锁头，哦，伊原也完整了哦。完整。啊。哦，咱来请后昌辉甲友，哦，请你来详细看恁的红条信封，哦，正面完整。哦，咱来看伊个侧面，哦，这侧面拢有甲有签名吼，啊，拢完整了吼。哦，咱来看甲咱个锁头红条，哦，这甲咱个锁头红条，哦，第一粒，第一粒吼，哦，完整了吼。完整。哦，来看第一卡咱个第二条锁头，哦，完整了吼。完整。完整。哦，咱来看第二卡咱个第一粒锁头红条，哦，伊原来甲有签名吼，啊，拢完整了吼。完整。来看第二卡浪的第二条锁头，哦，完整了哦。哦，完整。咱来看东港东龙会甲友，哦，请你详细看你甲浪的锁头号码。来看第二卡浪的第一点，305526，305526，哦，完整哦。完整。哦，咱来看第二条锁头的号码，
三零五五二五，三零五五二五，好完整哦，好完整。我来看第二卡弄，第二卡弄的第一条锁头的号码，三零五五二四，三零五五二四，好完整哦，好完整。我来看第二条锁头的号码，三零五五二三。三零五五二三，好完整哦，好完整。我咱来看第三卡弄，第三卡弄第一条锁头的号码，三零五五二二，三零五五二二，好完整哦，好完整。一条号码，三零五五二，三零五五二二，好完整哦，好完整。咱来请摄像会交流，哦，请你详细看你个人个锁头号码。哦，来看第一卡咱个第一点，三零五零五三，三零五零五三，好完整哦。好完整。哦，来看第二点，三零五零五四，三零五零五四，好完整哦。好完整。我来看第二家人的第一条锁头的号码，三零五零五五，三零五零五五，好完整哦，好完整。我来看第二条锁头号码，三零五零五六，三零五零五六，好完整哦，好完整。我来看第三家人。第三卡第一条锁头的号码，三零五零五一，三零五零五一，好完整哦，好完整。我来看最后一条号码，三零五零五二，三零五零五二，好完整哦，好完整。好，咱来接。台南冠胜会交流，哦，请你详细看一下各人的锁头号码。我来看第一点，三零二五八五，三零二五八五，好完整哦。好完整。我来看第二点，三零二五八六，三零二五八六，好完整哦。好完整。好，咱来请台南神话会交流，哦，请你详细看咧，甲咱的封条号码，我来看第一条，九五六六五一二，九五六五一二，哦，请每一个交流看详细哦，哦，九五六五一二，哦，完整哦，完整。我来看第二条的号码，九五六五一二。九五六五一零，好完整哦。好完整。加油！咱来请恒春会交流，哦，请你来详细看咧，各人的封条号码。来看，哦，请每一个交流看详细哦。空一零五七四，空一零五七四，好完整哦。完整，完整。安怎？好，咱来请。兵营的交流，哦，请你详细看你个人的锁头号码。我来看第一点，三零二四三三，三零二四三三，好完整哦。好完整。好，咱来看第二点，三零二四三二，三零二四三二，好完整哦。好完整。我看第二卡弄，第二卡弄的第一条锁头的号码，三零二四三五，三零二四三五，好完整哦。好完整。我来看最后一条号码，三零二四三四，三零二四三四，好完整哦。好完整。好，咱来接。报地会的交流，哦，请你来详细看你个人的封条号码。我来看第一条，哦，请每一个交流看详细哦。空
七六，空一二三七六，好完整哦。完整。好，咱来请高斌辉甲友，哦，请你来详细看恁的甲样的发头号码。好嘞，我请每一个甲友看好详细哦。好，咱看第一点，空二一四五六，空二一四五六，好完整哦。完整。到第二点，空二一四五六，空二一四五六，好完整哦。完整。完整。再看第二卡，咱的第一条手头的号码，空二一四五四，空二一四五四，好完整哦。完整。一条号码。空二一四五三，空二一四五三，好完整哦。完整。完整。好，咱来请天宇会的甲友，哦，请恁来详细看恁的甲量的沙头号码。来看，空二七七空一，空二七七空一，哦，请每一个甲友看详细哦，好完整哦。完整。第二卡人，第二卡人的第一条手头吼，空二七。甲友，哦，以上是咱本馆吼国会严风条哦手头的过程，哦，咱还阁有一小段吼播送无完，哦，咱用子母画面哦继续来甲播送。画面吼咱较细，哦，请各位甲友吼会当来谅解。好来，咱今麦先来看咱船现在位置。好来，咱今麦先来看经纬度吼，来顶管做数据。哦，是北纬，现在是21度44分，哦，咱正确位置是21度吼44分，哦，咱纬度已经来到咱正确风角点。后来下面这座是东经，哦，118度44分，哦，正确位置是118度44分，哦，所以咱已经来到咱正确风角点。现在时间是6点吼47分，哦，这是。好来，咱即马就对船的倒手柄吼来进入现场。好，现在咱风角地吼，同款哦，下着毛毛细雨吼，吼雨唔是介大吼，但是这是云吼啊吼，咱即片云啊飞过吼，应该较停啊吼，就当来。吼、哦，好，就当来停。吼、哦，咱这是咱船吼倒手柄现在进行哦。吼、哦，咱风甲人员也已经拢完成风甲前的准备事项。吼、哦，咱即马就请咱赵班长吼、哦、来介绍咱本馆吼分派出二船人员。讲话系阿个人拢已经叫定位啊吼，我来介绍咱是船风甲人员。头一位是南台湾性甲联合会阿伯呀。吼、哦，啊第二位是新宁性甲联合会阿婆啊。吼、哦，第三位是。军队吼阿嘉，吼、哦、第四位是屏东青年会阿坤，吼、哦、第五位是军队阿伟，吼、哦、啊来是天路联合会聚会啦，吼、哦、阿尾位是迄个屏东屏联会阿良，吼、哦、这是倒手柄的船总教练员，谢谢。吼、哦、这是咱船倒手柄的情形吼，好、哦、来咱就换过咱船的正手柄。这是咱船吼，正手平在经营吼，吼咱同款吼，咱请咱吼咱赵班长吼来介绍咱飞林派出的二船人员。好来，吼头就是高阳创造者陈伯宪，吼第二啊阿苏，吼啊第三是林恒林老伙阿杰，吼啊第四位是敖雄林老伙，因介下吗？吼啊介下阿迄个上迄个阿辉。还是迄个东港东阳会阿邦啊，哦，还是阿平，哦，来台南十信会阿川，哦，来台南八信会，
罗谢谢，啊，阿伟是钟辉，阿婆的，哦，伊上来这款是台南四角鸟会，托家的，树头会，林杰啦，哦，屏东嘉丰会，阿斌，哦，这是哦，驾驶兵的时阵红高人员，谢谢。好，咱感谢咱赵班长吼，吼，现在咱先来看一下天气吼。哦，咱现在吼，咱船后吼，雨较细啊吼，天也了较清啊，吼，即摆吼，同款下着毛毛细雨吼，吼，即片云也过，吼，应该咱的风甲地天面吼会较好。吼，咱每季的比赛吼，不管是资格赛吼，也是正赛，相信吼，咱每一个参赛者吼，关关吼，拢一定战战兢兢吼。拢随时咧注意天气的变化，吼，以及咱比赛甲个状况吼来做调节、甲训练。不过吼，咱本季气候吼，雨水吼特别侪吼，天气吼一直拢真无稳定，吼，所以各位参赛者吼无法度来按照吼家己的计划吼来训练。所以吼，咱即季的管理吼，大家不时吼陪拢定安人，吼特别谨慎。今仔日吼进行的是咱资格赛的赛程。我看大家哦，同款拢充满信心，哦，拢全力以赴，哦，要来挑战哦，咱本季哦每一关的赛程，哦，希望哦咱关关哦，拢会咱来得到哦好成绩。哦，咱顶关哦，咱资格赛，放假的天气哦非常的好吼，太阳公公哦也早真早吼在露脸，哦，整个天面哦晴空明亮。虽然放假的吼是透过级的东北风哦，比赛甲唔必规范，吼是正都风。不过吼，空中距离吼无介远，而且各花分数吼也采较低，一个放假吧吼，咱每只三赛甲吼拢充满战斗力，无拍苦吼，直接向咱台湾的方向来前进。一个手吼，就陪咱的放假地吼，每咱的放假人员吼，大家嘛认为吼，咱规范力吼应该是袂歹，吼结果吼，全船的规范力吼，煞来开高走低，吼无介理想。所以吼，只要是海上正常吼，每只三彩角爱随时吼来适应咱变化多端的天气吼，才会当来立于不败之地。吼，咱本馆的三彩角吼已经通过咱资格赛的考验，吼每一只也拢有一个好的开始。吼，不过咱单季的赛程吼，东北季风吼会愈来愈大，吼每只比赛角随时来接受一关吼比一关困难度吼更加悬的挑战。才有机会哦来得到胜利。咱今仔日哦继续来进行资格赛季，哦除了七关赛以外，哦各位分数哦同款哦采较低，哦无计算成绩。哦但是哦咱每参赛者哦同款哦拢充满企图心，哦用心来调教，调教咱的比赛角，哦同款咱本馆的参赛角，哦拢会当伫规定的时间内，哦平安来规范。顺利吼，会得咱第一关的入门票。吼，咱今仔放假天吼，天面吼无介稳定吼，吼，所以咱相信吼，咱各位嘉宾吼，即摆大家心情吼，一定真紧张吼，真紧张，吼咱。离放甲时间哦，还佫有五分外钟哦，哦，咱就来轻松一下吼，啊，练一个小话。有一个妈妈吼，啊，十分哦，疼当因的查某囝，哇，真无简单哦，就替伊哦选一个吼，迄高强大汉吼，又佫大块的囝婿。啊，到了结婚的结日哦，哦，这个妈妈吼，担心哦，因查某囝吼，唔知吼会砍一个袂。就亲自吼飞过去吼照顾，连迄落新娘、新郎吼入洞房吼，伊都袂放心，伫门外吼伫偷听。吼过了吼，过了无外久吼，新郎吼啊当咧爽吼，啊煞咧叫春，啊大声话讲吼，阿娘话我会死，阿娘话我会死，好因母啊听着尔吼。所以冲开门哦，走去床边哦，用力哦，落着因囝婿，
吼下面迄只罗马讲，免惊，母啊已经抓到罗马头啊，即摆伊咬你袂着。比赛吼，唔管是规范哩外好，吼，就是有人飞到喘软软；唔管吼是外歹飞，吼，都有人飞到吼成绩真好。吼，但是吼，结果吼，总是要等到比赛结束，吼，才知影输赢。吼，咱顶关吼资格赛规范哩，吼，无介理想，有一挂吼飞了较差的甲友吼，讲即摆吼，夜喊行来找吼，连双只组都找无。其中吼有一个甲友吼，飞到老师皮肤吼。已经吼伫起脚西面啦，一个比赛时间结束吼，就真受气，人啊赶咧，就爬去晋江渡吼，准备讲要台风叫救主人。去到晋江渡吼，就开始要大开杀戒。啊，伊一个金鸟甲看吼，啊，每只目眶吼拢红红淡淡，好亲像吼伫要求讲再给我一次机会。啊，这个甲尾哦，看到这个情形吼，啊，心随软落。叫人啊赶嘞，哦，就去鸟店吼买了。一个入门吼，就甲头家叫讲，买一包不好煮要食的包仔料，吼，甲夹一挂唔正经的料。这个头家吼怎啊回伊？什么是不好煮？哦，什么是唔正经？伊讲哦，不好煮就是正夹，唔正经就是明年早春来鸟钱啊。然后就讲哦，我吼甲拄啊吼准备买台风鸟救主人。哦，那知影遐不好煮吼，真有灵性，哦，真有感情，哦，每只拢目眶红红淡淡，哦，害我吼淘汰吼袂落心。即时吼，头家就甲讲吼，啊，你想伤济啊啦。即摆当地流行单人双方，你连准有感情有灵性哦，哦，那安尼吼，你背了歹吼，是有原因的啦。那你吼应该是吼太主人吼，啊，求婚照。哦，咱诶，现在吼，咱凤角地天边吼已经了了啊，清开啊吼，吼咱乌云啊飞走啊，吼咱太阳公公啊已经吼，哦有射出光芒啊吼，所以咱的天边吼会愈来愈好。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哦，咱今仔风势吼是透东南风，风力是指五级，哦咱比赛甲吼未飞飞行吼是侧风。空中距离吼到高雄港吼大约是180公里，吼到台南滨港大约是198公里，吼咱比资格赛吼差不多30公里左右。吼咱今仔参赛甲吼拢已经踏出咱本季的第一步，吼每只拢有一个好的开始。吼相信各位参赛者吼对本关资格赛季吼同款拢充满信心，吼因为通过本关的比赛。就当来打入本苗吼，必争的正冠吼，当晚吼咱本关的参赛甲会当吼顺利来过关吼，继续来接受咱第一关的挑战。吼，咱离凤角时间吼还佫剩1分钟，吼咱凤角人员也已经拢上位吼，咱7点吼7点即到吼准时凤角。哦，咱本关的赛程吼，除了七关赛吼是第二关以外，各会分数吼，同款拢猜较低，吼也未有纪录成绩。但是吼，延时如同作战吼，希望咱今日比赛甲会当来一帆风顺吼，伫规定的时间内吼平安吼来规范。还有3分钟，咱离风甲时间吼还佫有30秒。吼，咱即片云吼，甲到即片云吼，对阿伯透过啦，所以咱即摆头前面。吼、哦、是有雨，吼、哦、咱后壁面，吼、哦、热到天热到清开啊，吼、哦、咱今仔是顺风飞，吼、哦、所以咱船啊，吼单边吼拄到伫咱船后，搁10秒，5、4、3、2、1，放桨。
赛季的比赛，哦，已经来放假。哦，现在咱每只山寨甲，哦，无受天气影响哦，拢精神抖擞，哦，已经快速，哦，来飞出咱的放假浪。经过咱资格赛的比赛的经验，吼，每只伫飞，吼，拢充满战斗力，吼，继续，吼，要来挑战吼南分馆的赛程。吼，现在咱风格地吼开始阁下着毛毛细雨，吼，无解理想，吼，但是咱每只拢充满斗志，吼，甲信心，拢胸有成竹。哦，以优美的姿势吼，来奋力飞翔。哦，因今仔风势的关系吼，是东南风。哦，所以咱比赛甲哦现在，哦拢伫咱的身边吼，四散飞。哦，但不过吼，咱头前吼，头前有一间有一比赛甲，吼，咱头前的比赛甲，吼，向咱西北边的方向，吼，向北边的方向来飞行。哦，因风势的关系。咱要规范吼是东北平吼，但是今仔风势的关系吼，即摆吼向北平吼来前进吼。不过咱头前的比赛甲吼，虽然拢比赛甲吼散散飞吼，不过咱伫东平的比赛甲吼有诶吼无受到这个风势影响吼，嘛是同款吼慢慢修正吼，已经向咱东北平的方向吼来前进。哦，咱海上的天气吼变化有够紧吼。拄啊，咱看云飞过吼，咱后壁云佫进入来吼，即摆落落毛毛细雨吼，无介大吼，应该是袂甚物影响吼。咱的太阳公公吼也射出光芒，吼咱今仔日吼是顺风棒吼，所以咱当兵吼是伫咱船后，吼应该是东南风会较向西北边吼来飞行吼，但是咱今仔比赛甲。无啥受影响哦，哦，即马甲看下来，哦，虽然是咱风格地吼伫徘徊，但是吼，伊是向咱东北边咧修正，哦，伫慢慢啊前进，哦，每只吼拢同款吼飞了真悬吼，一半群啊吼飞到几以外，大部分吼已经拢飞到有够悬吼，每只拢上鹰啊咧，哦，真细只。哦，咱当面只多一片乌云哦，不过吼，咱太阳公公也露出哦，露出光芒哦，所以咱比赛甲哦，将拢向这个方向哦，现在拢向这个方向来飞行，方向哦，应该是无偏差吼。哦，咱先锋部队吼。飞了有够悬哦，虽然哦还袂讲真正出路哦，但是哦离咱风格地正哦，拄伫一片乌云遐哦，慢慢哦慢慢伫遐拍鼓哦，伫遐前进。有一片云哦，无介大片哦，等较停啊吼，风浪佮飞过来哦，咱的云哦，咱的天面哦，应该就会清下来。哦，甲拄啊落雨，迄边啊云吼已经飞去头前啊吼。哦，即摆还袂出落只比赛甲吼，即摆已经关刀吼来降低。哦，虽然有足济吼，伫咱船边正远吼，不过也袂少吼。啊，搁伫咱船边哦，伫拍鼓。哦，咱今年的吼天气吼真袂稳定，哦，不时伫落雨。哦，咱昨下晡吼，咱咧钓浪的时是落雨，不过咱昨暗规抓路吼拢真好天。哦，但是咱到下仔咧要放假，哦，又搁开始落雨，哦，这会当讲哦，云飞到底啊，吼，雨落到底啊，哦，属于是分雨呀。
先锋部队吼，已经吼飞到拢无当看啊吼。现在吼，咱孙吼咱准备吼，准备，啊，搁有差不多四五军吼，甲大军的比赛甲吼伫咱边啊咧盘旋尔。吼，应该遐先锋部队吼，甲大军的吼，已经拢已经来陪伫咱的放甲地。吼，头咱放甲地。头前吼，咱的要火源的路程吼，头前有啥变化，咱唔知影吼。不过咱比赛甲吼已经真济吼，拢已经来出路去啦。方向吼，方向是正确的。好啦，咱即摆先来看咱清人的情形。吼，咱防告人员吼。啊，看起来大家每个拢真认真吼，哦，咱拢甲交代讲哦，绝对哦，袂使有任何交接哦，伫咱放到咱内底，哦，鞋已经穿好，已经关好啊吼。好啦，咱即摆外国咱存个倒手柄吼，来看清人的情形。清人的情形，哦，每个拢真认真哦，哦，鞋已经吼啊穿好，哦，来关好啊，哦，咱即摆来看天气哦，咱南平吼，咱南平的天气吼，愈来愈好吼，哦，不过咱南平吼，南平乌云有较厚小块。现在咱甲看起咱风甲地吼，虽然是下着毛毛细雨吼，不过咱的比赛甲也大部分吼拢已经飞离咱的风甲地吼，孙家吼，咱风甲地的飞翔的吼，已经吼算少数。摄影机吼，无法度摄到咱头前吼，咱头前有真侪群吼，小集团吼，离咱方甲地真远吼，啊，搁伫遐咧走侪方向，吼，咱现在吼，咱方甲地拄啊剩一群吼，一群甲大群，吼，拄啊剩一群甲大群吼，拄啊伫咱方甲地。小集团哦，甲看起来阁像飞翻头的现象。哦，不过吼、哦，阿个离咱村边吼真远吼。时阵哦，都有太阳公公哦，咱一搭久啊尔，乌云就盖过来啊。哦，所以咱海上的天气变化哦，非常的紧。哦，所以咱比赛甲爱会用哦，适应哦，咱海上哦任何变化的天气哦，哦，才当来立于不败之地。出路遮吼，同款吼，啊都拢伫咱船边吼，继续吼，继续伫盘旋吼，分作吼非常的侪群，吼拢小集团吼，啊一群差不多拢二三十只、三四十只，吼即群甲大群。清开啊！吼，哦，咱甲拄仔去拼云哦，你落去拼云哦，已经，哦，
吼，已经伫咱船头这边吼，啊，继续伫落，吼，啊，已经吼离咱愈来愈远。吼，咱南平吼，南平甲南平遮吼，天气吼已经渐渐清起来。吼，即摆毛毛细雨，吼也停啊。清人的动作，吼也将近来完成。啊，头前吼啊，佫一群吼南非赛甲，吼，佫伫咱佫准备。吼，即群即马目前是上大群的吼，啊，佫伫咱边啊。比赛感吼飞了真悬吼，啊，即摆已经拢降低啊。吼，咱每关的比赛吼，只要天气有变化，吼，咱的船边吼就拢有了三三两两吼，甲细群的交接吼，伫咱遮咧盘旋。将近要落雷啦吼！哦，云啊，愈来愈薄啊吼，渐渐哦要落雷啦。哦，不过吼，到目前为止吼，嘛是够哦交关，嘛是够交关哦，遮咧盘旋。先锋部队吼，哦，飞出去啊，已经啊飞出去，哦，要十分钟啊吼，拢无回头，哦，这是一个好现象吼。啊，咱孙家的，哦，阿未出落只吼，即卖已经成群结党，哦，已经合合作一群咯，啊，搁伫咱船边，哦，阿未出落。有变化吼，咱的奉教人员只要吼，一个鸟人啊，穿好关好吼，就变作吼，咱各位教友的拉拉队啊，拢替咱的爱甲吼在加油。吼，大家拢真关心吼，吼在遮咧看比赛甲吼在背后经营。即群吼是较大群，吼，但是咧以咱整数的比赛甲来讲，吼，则是非常的少只吼。吼，咱迄群大群的吼，吼，即摆想咧蛇形，吼，慢慢吼，想咧蛇形安尼慢慢吼，向咱东北平的方向吼来前进。现在比赛甲吼也已经吼愈来愈少啊吼，吼咱搁等两三分吼，只要咱比赛甲吼若若无搁再飞翻头，吼咱今仔比赛甲吼就应该吼真正吼真正向咱台湾的方向吼来前进去啊。吼，咱奉教人员已经将人吼来全部吼来清好、来关好。
南加多吼超够济，哦，加多是乌天暗地，哦，啊，今麦咱已经吼，慢慢吼，天气来变得晴空明亮。加多爱分大群的啊，已经分各分做小集团啊。先锋部队哦，还已经哦，拢无石头哦，拢无石头。哦，咱所看到同款哦，就遮个无出路者吼，同款还佫伫遮咧拍鼓哦，不过数量哦愈来愈少。实力哦，风甲包哦，真紧哦，就向咱南北平的方向哦来前进哦，已经飞十五分外钟了吼，已经无石头吼，表示已经出路哦。咱风甲人员也已经将咱来清好吼，来关好哦。咱今仔个转播吼，就到这先过一段落哦。剩的时间哦，咱就来报上哦，咱张中午哦，伫高雄港吊浪上船顶吼，搁一摆水的情形，和大家来欣赏哦。来了解，哦，咱感谢大家收看，哦，咱后关再见。
的事情。大家好，我是林真轩。一直以来，我期许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为好歌而生的歌者。偶尔才发现夜已深。本来还想说铺的美一点，后来仔细想，不对呀，但是那个汤那么浊，这个。